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除了会当予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之外，咱无需要接受任何胜利，更加无需要个人的因故甲头衔。只要会当将慈悲的心活现伫个咱的心中，那呢个人的名句得失，拢已经不再重要。是平等无私的，是遍及一切生命的。无论生命的高贵、卑贱，乃至善恶、好歹，一切生命都是咱慈爱的对象。放下分别的束缚，勇敢地将咱的慈爱甲一切众生分享吧。观世音菩萨的亲手代表着菩萨诸心悲观的行动力。Thank you.
离菩萨每一支手中的杆，就参存菩萨对地的洞察力。人应该丰富自己修行的内容，照见本心。伊拥有参存观世音菩萨同款的千手千眼，疗愈幽情。那菩萨掌握了大悲心，就会当摄取一切佛法，就参存掌中，由此可见扩展悲心的重要性。发展咱无私的慈悲，辛困地服务一切众生，才是咱生命存在的意义。咱若以无明为父，贪爱为表，咱将会成为苦命流浪儿，就是伫个烦恼甲生死之中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。若是咱希求解脱得大自在，就应该以慈悲为父，法力为表，才会当得到生死之流，登上快乐的彼岸。Thank you.
傲慢、自我的心态加执着，是咱生命中上大的敌人。唯有众心靠定住一切众生的时，才是咱快乐的源泉。也是靠定对众生的慈爱，让自己可以无私地爱一切众生。无私的爱，并不是世俗的执着，所以咱必须爱时时反省自己，检视自身的爱，是不是有符合真正的慈悲呢？将咱的悲心不断扩大，对一个人到一切的人，对一个国家到一切国家，对一个生命到一切生命，这就是学习承担宇宙大责任。当咱学习扩大慈悲的心量的时，其实已经甲诸佛菩萨互相来感应，嘛已经被列为诸佛的法王子，已经时时不离诸佛的眷顾甲提携啊。Thank you.
放下自私自我的心念，培养无私的爱和慈悲，就是佛教上终极的修行。我的慈悲是彼此相拥的圆满表现，伊则是咱心灵的依止处。持着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一切生命，表达关爱和善意。让自己时时刻刻培养无私无我无偏倚的慈悲心。就参像在正直进前都要先正地平等的慈悲心，就是我们人生快乐的基础。很多人都会问我，佛教的修行是什么？佛教的修行就是培养自爱众生的能力而已。
因以承受他人痛苦，感悟不我之相，慈悲就是无求回报的真爱。咱日常生活中，拢爱以慈悲为动机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怀孕当然是目前最大的期盼，之前可能因为工作、经济、收入的压力的考量，也有可能是我们身体还没有调理好，尽管家人一直在旁边支持我，但总是少了那么一点临门的好运，是怀孕的孕。7月1日起，国民健康署人工生殖补助扩大实施，除了家人的支持，还有政府的支持，祝圆梦安心生。从键盘的讨论到面对面交换意见，帮助施法，理出头绪，判决可以更接地气，审判也可以细心有温度，专业结合厘清真相，用民意打好苏华地基，国民法官一起审判，实现一心中的胜利。目犍连尊者大慈大孝，神通第一。目犍连尊者在佛陀的弟子中神通第一，时常现大神通力，护法降魔，度化外道众生，但神通不抵业力。尊者母亲造业在地狱受苦，幸得佛陀开导，以共生功德拔剑其母。尊者感恩佛陀，并始建盂兰盆孝亲报恩法会，以报父母神恩，一心顶礼尊者目犍连，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，并学习尊者行大孝于亲，以大悲度众，护法护教，以方便智慧之力传播菩提种子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
摩诃般若波罗蜜